通通什么高开这种表现好像很怪怪的，你很担心他还是找他好。我有事要先走。啊，为什么刚刚不是玩得很开心吗？啊，为什么啊？可是大家都找很久了。快去把他找回来啊，好奇一下哦，跟我们回来一起玩，一起玩一起玩。可是我现在要去找很久了。就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啊！姐妹们，既然他不想跟我们玩，那我们就找林丹吧。我们玩。傻眼猫咪。奇怪，甘九明明还在这里啊，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刚刚看他奇怪的样子，该不会被下什么毒手吧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！听那个肥宅周芳说，学校附近有一家庙，好像蛮灵验的。不然，我去那边看看好了。就这么决定了。乱世里完蛋！奇怪，我记得那家庙在这附近啊。你们有看到吗？哦，在这里啊。生命啊生命 ，Angel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。看在我跟我爸平常交了那么多的香油钱份上，请你给我一点开心吧，拜托了。看在他们家平常缴了那么多香油钱的份上，而且我还年轻嘛，趁年轻的时候多捞几个，我是说帮忙几个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呢，我们的考验一定要难一点，不然怎么能让他轻易的得到我们的帮助呢？